大凡起舞之人，无不终生体悟拳术中的形与意，在脾气筋骨的同时苦其心志，这大概就是一个武术孜孜追求者的一种武术境界。诚然，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个境界，而底国勇这位北京市形意拳研究会的会长，算是境界颇高的一位武林人士。 而且我从练武术中得到了很多的乐趣，不但强了身，健了体，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。不论干什么工作，总是有自信心。在这个练武的过程中，我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，使我更深刻地理解到了，不但是练武，更重要的是做人。 练武的人要做一个好的道德的人，只有道德好，你的武功才能提高。哦。祖籍河北澧县的底国勇，少年时代来到北京。1960年，才15岁的他就择赵忠习练少林拳和形意拳，之后又随吴斌楼学戳脚翻子拳。 再后，随李子明习练八卦拳。1983年，他积极推动北京武协形意拳研究会的成立。2003年，他将40年来练拳心得融会一书，出版了《形意拳械精解》，为形意拳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同时，他还被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聘为武术教练，并且还到国外传授中华武术，为传播形意拳做出不懈的努力。这文化传播到国外去，桥板能无力不行。这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，透露出底国勇就传授形意拳的热忱和认真受益的责任感。 其实这正是底国勇与人不同的地方。56岁的人还要努力学外语，就是为了教武术。这又得下一番功夫。这正是透过牢底这小本的形，可见他坚持练武授权的意义。这意义，用句大白话，就是志向和毅力。出手如钢错，回首如钩竿。 Master Guoyong, through my teacher, Shifu the Gorilla Brand, he taught me Wing Chun Kung Fu, and I would like to come study with Master Guoyong when I'm ready. 当然了，你在这练的过程中，你认识了自己，你还得认识别人，而且你还要认识其他各种理论。我自己体会就是什么呀？学武术。 只是一个微末小技，更重要的，咱说起来，你通过练武，你可以了解很多的道理，武术的道理、练武的道理和其他各个学科、各个门派都完全相同。底国勇也在授权过程中体悟着人生的形与意，而不断的学习，正是老底人生道路的攀登阶梯。 老底常年坚持授权传艺，也是无私的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啊，现在我有一个看法，因为现在武术啊，在咱们国内来说，普及的并不是很多，特别是传统武术有面临失传的危险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就是什么，有些人想跟我学，我特别高兴。我感觉到啊，你要跟我学，我应该感谢你。 为什么？咱就说起来，我的东西你看上了，我就应该有义务的去教给你，而且我要把我自己全身心的东西全部教给你。我从来我不保守，我对任何人不保守，而且什么呀？只要你下功夫，我全部教。因为什么呀？学东西，你学到了你的身上，你更好。为什么？我就感觉到我有责任。 因为我练了这么多年，我学了这么多东西，要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，传下去。
形意拳是武林先辈数百年几代人历练研究，集专攻和拳界套路于一形，以意念催导肢体发力，模仿龙虎豹鹰等十二种动物的形象，在心意六合拳的基础上创编出来的拳法。它是与太极八卦一样驰名海内外的传统内家拳种。邸国勇在习练和教拳中既忠于传统习练的模式方法，又在传授中大胆创新，用科学的理论来诠释形意拳的风格，将形意拳动作简洁朴实、快速整齐、刚柔相济、沉稳严谨、节奏分明、形神合一的特点凝结在套路的演练当中，自成风格而又不失原味，体现出形意拳的外形美。看到吗？黄金分割线。为什么呀？三七四六之间。站得最稳。后来我感觉到我在教人的时候，我就说什么呀？站三七式。第一，你自己感觉最稳的那个方向、角度、位置，那就行。最稳。而且什么呀？还要是前进后退灵活，找着这个位置了，就是好位置。邸国勇现在的头衔在京城武行也算不少，除了形意拳研究会会长外，还是八卦掌研究会和戳脚翻子拳研究会的会员，北京武协委员，国家一级裁判。练拳之人，各种门派都喜爱观摩、探索、研究，终其道而归于一理，在博学苦练中体会拳理的真谛，也感悟做人的道理。能去学好这个武术，要想学好武术，首先有一点，要有决心，要有信心，要有恒心，这三心。我下决心要学习，我有信心，我知道我要建立自信，我要学好。第三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恒心，因为你三天两早晨，你不可能学好，你也不可能学得那么会。所以说，这三心，决心、信心、恒心，关键是恒心。老底所言，正是所有想习武和正在习武的人都需要的一种精神。而这种精神在邸国勇习武授权的道路中则贯穿始终。这条字符不仅是形意拳研究会会员们对他的感叹，也可以说是邸国勇的武术人生的写照。建会发起第一人，组织筹建多辛勤，谦恭服务二十载，功标会史美名存。